好孩子，哎呀，让我们记住这么美丽的一个小姑娘的名字，她叫王雨桐。好孩子，来跟大家自报家门，大家好，我叫王雨桐，今年10岁了，我来自贵州安顺镇宁县。呀，真漂亮！人家姑娘怎么这么漂亮啊？你知道你这个舞蹈叫什么吗？叫钢管舞。钢管舞，我能问一下你学了多长时间了？我学了一年。 学了一年就学这么好，你怎么会喜欢上钢管舞的？你跟我们说说。之前我学了半年的民族舞，后来就是看见我们舞房的几个姐姐在跳钢管舞，觉得特别美，所以就想学。然后老师也说我柔韧度非常好。你柔韧度是非常好，真的。 柔韧度、开度，整个状态太棒了，还得有力量吧？这个这必须得有力量啊！并不仅仅是柔韧度，得有劲儿上去。你有力量吗？我都有肌肉呢。哇，真的是！你是怎么练的？你是练出来的，还是原来就劲儿大？需要做什么举哑铃啊什么这样的运动吗？还是有什么特殊的？不用，我们每次上杆前都要。 都要做热身运动，要做俯卧撑40个，还要做仰卧起坐。朱迅姐姐，你有多重？我差不多不到100，就吃饭前饭后，还净重还是毛重，就不太一样。就是一百左右。我可以抱你哦。啊？你能抱我？抱起来？我是你乘以二。不信可以试试。 感觉吗？就两个柴火棍儿，咵把我的那个腿，咵裤子上嘣就起来了。柴火棍儿抱柴火妞吗？孩子，我舍不得，主要是舍不得。这样，咱别跟人较劲了，咱跟杆儿较劲行不？可以。在杆上展示一下你的力量，行不行？行，千万别受伤，热身啊！ 真的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个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周围，就不用脚，只用手咔咔咔咔上去了，直接上天啊！你真的能上吗？哎、好久了，好久了。哎，你把皮带松点得了。没事儿，像小铁梅一样，我试试啊。真的。<笑>你是在做什么？ 转啊！转起来不容易啊！
两个人转。好，周围你在下面。美的不要不要的，好孩子下来吧，还真是的，呜呼，真好，啊，哎，我觉得真的不错，挺好的，你们俩真的都让我刮目相看。但是刚才对于小姑娘来说，我觉得不是最难的一个项目。宝贝儿，告诉我最难的是什么？就是在杆上保持平衡，然后平转。因为这样转着转着它会慢下来，然后必须要不停地变换动作它才能快起来。是的。哎呀，最多能转几圈？差不多30圈吧。来，这是一个基础技巧。它必须较着这个劲才能有30圈的旋转。美呀！哇！采访过很多钢管舞的，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，这是我看到的，我觉得啊，目前我看到的最棒的一个孩子，好苗子。但是我一边看一边心疼，如果我真有一闺女，我舍不舍得让她去练这个？为什么？你看孩子肩上，看到了吗？宝贝儿，这是疤呀，还是胎记呀？这是啥呀？我怎么看着那么心疼呢？你看。左右肩都有，这是啥？这是练了以后然后伤的，然后现在已经结疤掉了，那个疤掉了。这个是怎么，是摔下来了还是蹭到了还是咋的了？在钢管上必须要就是夹管。哦，对，夹管它不用手，就是那个这样夹的时候这里会受伤啊。真的，宝贝儿。还有就是用力太大了，然后这里就可轻。哎呀，宝贝儿，现在还有一块，现在还有一块轻呢，但是现在已经结疤了。宝贝儿，你干嘛选择这么苦的一个项目啊？我觉得还是一个原因，就是特别美，而且只要付出才有收获。这才多大的孩子啊！宝贝儿，今天你来到小不点大能耐，告诉我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就是让爸爸妈妈能看我跳完一段完整的舞蹈。刚才还那么坚强呢，怎么他们没看过吗？宝贝儿，他们没看过吗？宝贝儿，先抱抱抱抱抱抱抱。哦，没事哦。他们没有看过你这么出色的表演吗？我有一次去比赛过，然后他们没有到现场去，因为工作的原因，他们没有到现场去。但是我也不觉得是他们错了，因为他们要赚钱养家。啊。要是他们不做工作来陪我的话，这样就没有钱，没有钱我就不能跳舞。他们这些都是为了我。啊，明白了明白了。啊，在孩子心中其实特别希望爸爸妈妈为他们感到骄傲。你看我们所有的人都夸他，你好棒好棒。其实你好棒这三个字最想听到从爸爸妈妈嘴里说出来，对不对？想成为他们的骄傲。今天我们真的把孩子的妈妈请到了现场。妈妈在哪里？妈妈，哎呀，妈妈在呢。来，妈妈，妈妈，来来。
劲儿妈来了啊！哎呀，大家好，欢迎你。嗯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导演，谢谢朱新林老师。没有，妈妈，这要是我闺女，我得骄傲极了。是，你还是我的骄傲，特别的感谢各位导演、各位老师。能提供央视这个大舞台为我女儿展示她的才艺，所以我特别的谢谢各位老师和导演。您可千万别这么说，我们应该谢谢咱家的姑娘，谢谢您。今天妈妈在现场了，爸爸没来是吗？他很忙的，走不开，所以的话就我一个人抽空。妈妈代表了，成不？总算咱。当面看着，爸爸也绝对不会冷落你。爸爸知道今天没有能够来到现场，其实他心里也挺遗憾的。给你发了一段视频，我们看看爸爸在哪儿，好吧？来看。王总，爸爸因为工作忙，没有时间陪你去北京了。你在那里要努力，爸爸会坐在电视机前观看你每一个精彩的表演，爸爸会为你助威，会为你呐喊。希望你在那里一定要加油努力。就是这样，加油，宝贝。可能男人的表达方式不会说对那么那种感觉，但是满满的爱也在他的话里了，好不好？嗯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努力一起进入今天的小不点儿大能耐。相遇，我想我会记得你。